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叉叉 Y 跟你看电影，让你看电影更有梗。我是叉叉 Y， 我们现在还有 Jericho。是的，看我们两个组就知道说给你报新闻又回来啦。那在跟大家分享新闻之前，还是跟大家呼吁一下，就说如果想听到完整版七折不间断的跟你报新闻内容的话，欢迎点开我们的文字说明里面有个 Podcast 连结，点下去呢就可以直接做收听的动作喽。那在 YouTube 这边，我们还是以这新闻更新为主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晚上的九点钟，我们都会在 YouTube 频道这边来做首播了。欢迎大家在首播的时候跟我们来做互动讨论，我们都会看哦。好了，那我们这则新闻要分享的是什么呢？这个新闻我们要来分享，就是林一斌洽谈带领《玩命关头》系列迈向终点。总之，就是《玩命关头》系列二十年，总该要画下句点。对，就是目前就是最新的消息指出，《玩命关头》系列将在第十一部作品画下句号。对，应该这样讲，就是《玩命关头八》开始其实就是准备要进入尾声了。对，准备要做最后一个收尾。对，那当初的规划原本是八九十，就是结局三部曲，那就是可能会聚焦在这个冯迪索所饰演这个唐老大身上，这个比如说他过去的一些事情。然后他有可能变成反派，然后他有可能就是因为某些事情，然后被迫的要去面对自己过去的一些阴影的事情，开始带去更多封印锁的背景。对对对，那主要是这样。那但是现在的目前的规划会再加拍一集，所以会变到第十一集。我觉得蛮正常的啦，因为毕竟大家看到第九集预告，应该就知道，很明显又带出很多东西。对对，说啊，拍不完啦。对啊，这两集拍不完啦，两集拍不完，三集可以啦。对对对，所以现在目前的规划是可能十或十一是林一斌来洽谈这样。对，有可能会有，就是林一斌正在洽谈至少十跟第十一集啦。对，然后就是等于说最后一个这个系列的最终章是最后的故事将会又交给他来说完。是的，就是其实就是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刚刚提过，就是会有。就是目前知道是有十一集是确定的，但是林一斌在会不会回归指导还在洽谈当中，然后就是目前就是因为《玩命关头九》因为疫情的原因，所以延至到了明年了嘛，对，然后五月，当然现在去谈十十一，它有点太早，是的，不过就是但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就是《玩命关头》系列到后来已经推出了我们所谓的外传《特别行动》，对，然后也带出了就是。巨石强森跟我们杰森斯坦森这个两个角色的背景故事越来越多，就然后大家不知道可能不太清楚是 Netflix 部分，则是有就是《玩命关头》的动画，所以等于说《玩命关头》虽然在我们的本传系列可能要在第十一集做完结了，但它还有慢慢的外传电影、动画作品、动画电影在等着大家，而且搞不好后面还会出外传影集，这是有可能会出现的。对。所以如果你是《玩命关头》的粉丝，应该不用太难过了。对啦，就是这个系列看起来只是我们的唐老大的故事走，这个我们的唐老大的 family 暂时说换一下一个句号啊，可能还有其他 family 的故事要讲。对对对对，所以 we are family 啦哈。对啊，就这样。我觉得他不可能只是单单的把这件事情讲完就结束了，应该是说他会把这个世界观再更加扩大，就可能在第十一集就会扩大世界观，搞不好剧中里面其中几个人会被拉出来。去跟其他人配合，只是可能冯迪索就暂时休息而已，顶多我觉得最多做到就冯迪索可能就休息了，就是他可能会在其他特别行动啊或者那种外传电影里面做客串，但可能就不会有他领军的这股，就他领军的这个团队再次登场。对啊，所以就不知道他怎么看啦、啊，因为像 Jericho 你是《玩命关头》的粉吗？我不是啊，你不是也不是粉，但我不讨厌这个系列，可是你不讨厌？那其实我每一集都有看过。你每一集都有看，我每一集有看过。OK， 对，其实我是后来看到五六的时候，我觉得哦，这什么哦，拍这么多集，然后去，我想说哦，这个系列其实看起来蛮长，okay. 哦，还是蛮长寿的嘛。了解。说拍了五六集，一个飙车电影拍了五六集，然后想说那就看在前面发生什么事。就我自己觉得前面其实表现不差，然后就是虽然有一些很胡扯的地方，但是。这部电影大家应该知道，这部电影就是在胡扯，所以应该不用太认真看这种。是，大家看到徒手推鱼雷，你还对这部作品抱有什么期待吗？你不用说徒手拖鱼雷啊，我觉得就是还有拉的金库吗？拉金库就开始，我就觉得，哦，怎么那么扯了？这样对啊，然后战车嘛，对，
就开然后反派有战车然后史上最长的那个飞机跑道嘛，对啊，最非常飞机跑道嘛，就很多有的没有的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太去批评说这部电影没有逻辑，这部电影什么时候跟你讲说还有逻辑，这是没逻辑，他很早就跟你说没有逻辑，他们接下来也说他们要上太空，那这有逻辑吗？欸，他们真的要上太空了，对，他们不是所谓的物理上太空，是剧情需要他们上太空，他们有说他们要上太空啊，而且好像就好死不死就在第九集好像有人爆雷嘛，就是他们会上太空吗？总之，反正总之就是这样。他们现在就是非常的胡扯。然后我就觉得说，对啊，死掉的人都可以回来。对啊，还我看他怎么解释啊？这样 Gal Gadot 应该会回来吧？我觉得一定会啊。对啊，我觉得他一定会的啦。他们要画结尾了啊，好聚好散，大家回来嘛。对，那巨石强森会回来吗？看起来跟他们不好聚不好散。喂喂龙喂，然后开始走旁边。对啊，搞不好下交流道。对啊，搞不好那就是唐老大的车就开到一个终点了嘛，就开到一个死路，然后现在继续开。对，就是想着跟那个杰森斯坦森就开那个车，然后继续开下去。对啊，我觉得这是有，就是我觉得这个系列，就那时候就像我说，朋友问我说，哦，你觉得你相信他们会完结吗？我说我相信，我当然相信啊，只是他们会拍更多外传啊。我当然相信他们本传会完结啊，但我相信他们会拍更多外传。我觉得冯迪索的故事会该完结的啦。就是其实老实说，特别行动表现也不差。就是虽然评价普普啊，但是大家的看那个票房其实还算 OK 啦。老实说，评价普普就算表现不错。对，就是不会是《亡命关头》本传的一个什么很爆炸性的那种票房数字，但是就目前来讲的话，我觉得也算 OK， 是有可看性，而且还有埋伏笔，所以对啊，我觉得大家可以去留意一下《特别行动》我。我觉得他们应该会做更多的就是尝试，或更多的角色会可能会加进来，那可能会在接下来剩下的90、11这三集面登场，像是我们的 John Cena 嘛，你怎么可能？我就不相信他只会出现第九集啊！我就觉得他一定最后也变成好人啊。OK。像欸，这个系列男这个世界坏人几乎都不能信，好不好？最后都马变好人。Anyway， 总之啦，我自己个人啦，我自己是觉得说从我自己个人是从《亡命关头》第一集那个时候上映的时候我就有看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真的是时代眼泪，就是到现在目前为止，他创造了多少话题跟商机。我觉得是一个，我觉得不得不说，就是他确实唱了很多商机。对，其实我自己个人没有说到很爱，然后甚至是有一阵子会觉得，就是哇，这哪里好看这样子，就觉得哦，就是这哪里好看，就我记得那时候就 For Paul 嘛，对不对？好，第七集还是应该第七集吧，我记得第七集，然后大家那边讲 For Paul， 然后那个时候那个我人在高雄，然后每个人都在就是说，哎，你去看保罗沃克了没？我心就想说。哇塞！你什么时候开始这么关心保罗沃克？对，就是就只这样子吗？可是保罗沃克还有很多电影可以看，你知道吗？除了《亡命关头》之外，你真的有这么在乎这个人吗？对不对？你在嘴巴上喊 For Paul， 可是你真的有去关心这一个演员他们之前过去的一些事情吗？还是他真的要等到他出事的时候，你才开始缅怀他？那个时候我其实有点愤青跟厌世这样。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到底哪里好看？可是后来我就是为了要看第八集，然后再把所有的1到7集全部看完。哇塞！对，然后我就觉得，欸，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IP 拯救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材。其实他对不得不说，前面前4集到第5集有一点倒是到一个瓶颈，就是我觉得是第二集开始的这样子，就因为他第一集我觉得他的故事格局非常的小，第一集很小，对，第一集很小，那基本上就是保罗沃克那个警探去卧底嘛，然后再把这个唐老大的故事给带出来，然后就跟他讲说家庭的意义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基本上那个的第一集的故事非常的明确，然后他也没有说太多的飙车场景，就是非常的很直接的这个非常美式作风的那种直线加速赛，就这样子而已。但是到后来就是他比如说到了第2集啊，有非常多不同的角色进来、啊、然后不同的跑车，对，然后越来越多看点，对，那这个是第二集的特色。然后有人就说第二集被搞烂了嘛，所以好不容易第3集哎，加了一点这种日式的那种赛车日系的跑车那种东西进来之后，然后加了一点日本文化的东西，哎，看起来还蛮有趣，然后最后面再让冯提索登场这样，然后他也就第4集、第5集啊，然后第5集就更不用说了嘛，加了那个巨石强森进来之后，然后就脱金库，然后再开始越来越扯啊、哦，然后飞越大楼啦、杜拜啊什么有的没的，跑车可以撞飞所有车子，对之类，然后那个战车还可以在高速公路上飙车之类的，对啊，对，然后就当然是越来越扯，可是越来越有。哦，
可看性，就是越来越娱乐性越来越高，然后他也知道观众要的是什么，所以而且我不得不说，就是说你从来没有想象过，就是这个东西能够卖的什么搞出来，然后对他怎么会有哪来创意跟那个胆识，就是说这么扯的东西我也把它放进，然后而且每一年票房表现都不错，对，就是观众对他看起来是没有，还是没有应该这样的，我觉得他每次都可以观众的惊喜，而且都想不到，这个我觉得是最大的特点。对，那你不论就是说什么他很扯，他很不合理之类的，可是是不是他真的就是推陈出新？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这个虽然你觉得他好像都同一套，或是对对对，好像怎么就一直爆炸，一直飙车，那是一直炸来炸去，好像就很无趣。可是不得不说，就是他懂观众想要什么，他知道，他说哦，没关系，你们不想要，可是这我就是会拍，而且我拍出来，你们一定会来看，你们不管看，你们至少会来看一遍。可是我在我拍出来，你们这些再讨厌的人可能都会来看一遍。对，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很好的一个示范教材，就是说他怎么样把一个濒临可能已经要被腰斩，甚至是拍不下去的一种系列拍，一个系列电影，然后继续把它拍下去，而且还延伸到第十一集了嘛，延伸到拍到十一集，还有一个外传电影出来，对，就是变成一个很大的 IP。对啊，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去思考。虽然就是他大家被批评很凶，可是我觉得他确实就是。做足的示范，他没有跟你说我就是要我要拍得多文艺，我要拍得多怎样，我要拍得多内容。其实我就是用家这个概念，然后去拍出很多很疯狂的东西。对，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个宇宙的调性。是的，他说这就是我们黄梅观众系列调性，这是我们的调性。然后你们喜欢就来看。当然有很多人，大家像我就认为说啊，他就是这样啊，他就是他调性就这样，所以我根本不会去批评他说哦，这很胡扯，这很不合理，他调性就这样啊。我只会在乎他好不好看。如果他今天拍的好看，他觉得他娱乐度很够，那我还是觉得他好看，因为他就是拍这种东西。对，那他今天的目的是要娱乐到我，然后他娱乐到，那这样他代表他成功了嘛？是啊，所以就是目的非常简单，就这样子。对啊，我不会去看他，跟他说哦，你这部片没有任何娱乐性，都没有内容，都不可能得奥斯卡，还有可能没有要得奥斯卡。他没有，他不在乎啊。对啊，我有好几十亿，我干嘛看奥斯卡？就是。每一部作品出发点就不一样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用去批评说什么，我们不需要这种也爆一直只会爆破这一，可是重点是很多观众就是需要或是想看这样的东西，我觉得他们存在有他们存在的意义。那接下来就是要迈向我们的第十一集嘛，就第十一集要结束到我们就是等于要做一个结尾。那我相信接下来九十十一里面应该会做很多很多的角色，我相信不只会有姜思雅，可能未来十一还会带出更多的角色。那就好奇接下来他要怎么跟这些角色做收尾了。韩对啦，好，所以现在就是说这个林一斌准备要来协助这个收尾的部分啊，那没错，还是不确定，就是还不确定，还在洽谈当中，还在洽谈当中，搞不好会换人，或者有可能他只导一集之类都有可能。变数很大，对，所以就看看林一斌他能不能挽救这个 IP 啦。因为林一斌是从玩命关头东京转有开始嘛，对，东京转有，中间有一度是温子仁接手，就第七集，对，我记得就是保罗可能啊，对对对，然后第八集就是那个我记得是一个黑人导演嘛，是不是盖瑞葛雷 Gary Gray， 就是他的那个英文名字真的超级特别的。对，然后现在有可能就是林斌会回来接手这个他一手拯救的 IP 故事啊，不知道大家怎么看啊，就针对玩命关头系列的电影啊，你怎么样想啊，或是你每一集都有看吗啊，或是你觉得之后他在推什么东西出来你会买单啊，都欢迎留言在留言区的地方分享你的想法与我们讨论哦。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或者声音的话，也别忘了按赞、追踪我们的脸书粉丝团、订阅我们 YouTube 频道、IG 以及各大声音平台喽。那我们下一则影片啊，不，下一则新闻，下一部影片再见啊，拜拜，拜拜。好，锯齿鲨。